上班第一年 VS 上班第五年刚工作上。小贝发奖金了，不表示一下吗？那我请大家去吃饭吧，去398一位的海鲜自助就行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五年后，小贝发奖金了，请大家去哪吃饭啊？你奖金发的这么少，还有心思去吃饭呢？这不你奖金最高吗？请大家吃个饭怎么了？领导奖金更高啊，你怎么不让他请啊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大家说是吧？啊，要不你请大家吃饭吧，让大家看看大方的人是长什么样子的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刚工作时，小贝是砂糖橘呢？赛李总，这不巧了吗？我最爱吃甜的，听说你们那的砂糖橘特别出名，是吧？哎，也就那样，一般般吧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事了。五年后，这是我家里种的砂糖橘，大家都过来尝尝。不错，很甜嘛。李总，这不是最甜的，我已经把最好的给您挑出来了，您带回去给家里人也尝尝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嘛？李总，我吃这么好的，那就是浪费，您快拿回去吧。哎，这那你没办法。刚工作时，小贝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朋友说这挺好的，我就过来试试。是挺好的，有多少号？我今天我自己拿就行。老板，我已经转过去了。就把你一个人呢？压死嘞！五年后买单多少钱？不用钱，李总，小贝给您办了张卡，直接从卡里扣就行了。